全部的魔法都在悠悠点点名。Let's go！当我们今天上学的途中，突然来了一阵怪风，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天旋地转，连站啊都站不稳了啦！哎呦，这阵风啊，突然吹过来，把我的头都吹向一边了啦！我也是哎，而且这个风还会转来转去的，把我头发也吹向这边了。我最惨，这个风对我吹过来的时候，突然吹上面、下面、前面、后面、左边、右边、这边、那边，把我吹得乱七八糟，最后我的头发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么夸张哦？那哥哥们出门的时候遇到怪风，你们出门的时候有遇到怪风吗？没有。哦，还好你们没遇到，不然你们现在的头发就跟我们一样了。不然我们今天就来上跟风有关的课程好了。赞成，那我们一起来迎风挑战 ，Go！咻咻，风从哪里来？挑战开始。今天有很多不同的风，请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陪着我们一起通过考验。开始挑战，第一种风是清凉的风。小朋友现在用手帮自己轻轻扇一扇，一起轻轻扇一扇。接下来呢，是我们悠悠学校的超级电风扇。当我说启动开关的时候，你们手手要按自己的鼻子哦。启动开关，咻咻，好，就要一起说咻咻咻。启动开关，咻咻咻咻。哇，这些电风扇怎么这么没有力气啊？我们两只手手一起哦，记得启动开关哦。启动开关，咻咻咻咻。我有制造风更厉害的法宝，就是噔。芭蕉扇，
哦，小浩哥哥，这个芭蕉扇看起来很厉害哎。对呀、啊，这个芭蕉扇呐、啊，可是特别跟我的好朋友芭蕉公主借来的哦。那这个东西要怎么使用啊？告诉你哦，这个芭蕉扇啊，只要我从这边扇过去，他们就会往那边倒；我往那边扇过去，你们就往那边倒。不如我们来试试看吧，看我的芭蕉扇，咻咻咻！乱七八糟风，是是是，你干了乱七八糟，是是是。小朋友们厉害，配合的真好。不过我真的手有点酸了啦。小哥哥，没关系啦，不如啊，我们三个人团结合作，然后制造出更多不同的风来考考小朋友哦。现在呢，我们请到三位小朋友陪着我们一起通过考验，但是在考验之前呢，我们要喊加油口号哦，预备开始。悠悠好宝宝，我是泰山吹不倒。现在呢，我们进行第一个考验，就是我的闪闪风考验，你们准备好了没？闪闪风，咻咻咻！闪闪风，咻咻咻！他们好像都不怕哎。哎呦，你这个好像有点太弱了。现在呢，就换柳丁格这里的。哈，我的呢是电电风。待会呢，我说电电风，小朋友你们就要被电，像电到一样这样。叮叮叮！好，我准备好了没？好，超级无敌电电风，太小了，电电风，再强一点，电电风，哎呦，真的跑不倒哎！我这边还有更厉害的，就是超级无敌龙卷风，只要我一扇啊，他们离开他们的位置，他们就算输了。哦，你们准备好了没？看我的超级无敌龙卷风，闪啊闪啊闪！哎，怎么都没动啊？闪闪风加入，闪闪风加入，快点！哎，还是不动。好，电电风加入，一起来！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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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好累啊，好累哦！都换我们漏风了。看来是我们失败，小朋友成功了。恭喜小朋友通过考验。风从哪里来？这边。虽然我们今天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可是今天的课实在是太有趣了。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在家里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玩这个风的游戏哦。现在来问熊B，熊B，你觉得我们今天表现得棒不棒？恭喜所有的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咻！小朋友现在被风吹起来，一起唱歌跳舞喽！集合喽！快来快来，一起来踏步，眼睛眼睛看到今天，好，我们看到前面，一起来踏步哦，看谁脚抬最高。好，一起大声唱歌喽，一起唱。上学变成快乐的时光，充满欢笑，学学又玩玩，哥哥姐姐我。是好同伴，啦啦啦啦啦啦，一起来歌唱，甜甜蜜蜜，我们一起来分享，啦啦啦啦啦啦，上学一起棒。小朋友，今天我们接受了风的挑战，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什么风呢？首先，第一种风从那边吹过来，小朋友的身体要往这边倒过去了，小心啊！接下来比较简单哦，手头变成电风扇，说咻咻咻，啊咻咻咻，大声一点，咻咻咻，一起来跳舞啦！点点滴滴，我们一起来分享，啦啦啦。上学去，下课喽！现在是龙卷风时间，咻！自己转一圈。停！哆来咪发嗦，哆哆哆一哆，叫儿玩游戏，哆
嗦瑞咪发嗦瑞瑞雷一雷大鼓最神奇哆瑞咪发嗦咪咪咪一咪眼睛真美丽哆瑞咪发嗦发发画一画下船好惬意哆瑞咪发嗦嗦嗦说一说故事给你听快乐的生活在花草树丛间虽然有人说我们丑一丑保持天真笑容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小毛虫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小毛虫努力的学习在每个日子里期待长大变成蝴蝶美丽飞舞人人称羡我们是一群可爱的小毛虫什么啊？哇，好可爱呀、哦！是鹰仔校长小时候哎。哦，呼呼，不是你。对哎，他头上有一个闪电符号，眼睛还眯眯的，嘴上还吃着奶嘴哎。那所以他是谁啊？哇，闪电侠，好酷的名字哦！鹰仔校长，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看着照片在想念他，对不对？鹰仔校长，你不要难过啊，想他就去找他啊！啊，找不到，我们可以帮忙啊！你不要难过啦。不要客气，看我们变成找人小侦探。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江江。鹰仔校长，请问这张照片的闪电侠是几岁的时候拍的呢？八岁。鹰仔校长今年808岁，808减8，哇，那不就是800年前的照片了？哇哦哦，馒头侦探，我看。这个案子有点难度，我们要好好的研究研究。没错，小恩侦探要找到闪电侠，就好像大海绕针一样啊！大海捞针，海 C 海 C 海。报
馒头侦探，前面有一个人呢，我们问问他认不认识闪电侠。好，有问有希望。你好，请问你认识照片里面的人吗？他叫做闪电侠。小恩侦探，你看这个爷爷的额头上面有一道闪电，眼睛还眯眯的，跟照片里面的闪电侠一模一样哎。他就是闪电侠。太好了，大海捞到针了，我们找到闪电侠了。鹰仔校长一定会超级开心的。大海捞针，在大海里捞取遗失的针，比喻东西很难找到或事情很难完成。我最喜欢吹泡泡了，有大泡泡、小泡泡、可爱的泡泡，还有奇怪的泡泡。在泡泡的世界里面，真的好梦幻呢。现在我们就跟着泡泡一起来唱歌吧。手臂，我能挖起好重好重的东西，我工作的声音很大声哦，你听。看到我的时候不能太靠近我哦。聪明的小朋友，你猜对了吗？我就是挖土机。希望呢？
小朋友，你们看西瓜哥哥这个照片是不是很可爱呢？虽然啊，手机很好玩，不过不管你是在打电话或者是玩游戏，千万要记得不可以在马路上面使用它哦。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悠悠点点名，我们下次见，拜拜。大家好，我是樱桃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这样子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除了订阅之外，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也可以看这里哦。